我们跟美国的外贸讲，是，对，没有申请。有的想看完香港如果会申请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秦皇岛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113-120、145-152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樊朗彤、房龙。三号台裁判员张小舒，运动员李桂泉、朱龙。四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赵若彤、冯超。五号台裁判员曾艳丽，运动员张建刚、刘颖。六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王小倩、潘蓝天。七号台裁判员赵吉伟，运动员胡志龙、何文冲。八号台裁判员周世荣，运动员赵宇纯、温铁军。九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单宏宇、张磊。十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冯丽、刘俊言。十一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王云、杨派。十二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王潘、冯哲元。十四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陈浩、雷义伟。十五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齐国孝、申重阳。十六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运动员吕欣、宇龙海。十七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
运动员奚宏宇、樊志松。TV 台裁判员龙飞。记录裁判员张青青、冯雅琪。运动员何礼亮、陈哲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一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